劲舞团开箱，哈哈哈。三宝迎春包，88块，这早就开过。虽然开过，那我告诉你，他银七我没刮，对吧？劲舞团序号密码，暗黑序号密码，第五大街序号密码。新同居时代。双 CD。它说明在光碟下。F1 开始，F2 切换固定视角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平时按的。他这间公司的游戏2005年就玩过了。空白键。他公司游戏就按右边这边就好了，左边这边不用看了。8方跟4方，那这一款是不同游戏，第五大街跟那个什么，暗黑破坏什么，这是什么年代的光碟？看一下哦，是2008。这样比较清楚。来刮银漆吧。
这款游戏我有录影哦，还录了不少部。我靠，刮坏了！WVD 啊，CQT JJV，不是光在后面空的，WA，有兴趣去看看吧。后面还有暗黑跟第五大街，暗黑应该是暗黑破坏者。暗黑破坏神需要 MHIGBSYQSE，糟糕，挂烂了！第五大街挂烂了。第五大街不用了，你把旧有的序号拿去储存他公司的光，要平台注册看看。搞不好可以玩嘞、欸！这间公司游戏2005、2006吧，但玩1年左右，其他时间玩很少。还有后面的录影片的，最高纪录大概121下了哦，哇，单场可以43P 左右吧。120下个四方的单场可以43P，然后连 P 我可以最高纪录可以15P 哦，连续15P 哦。以前疯过一阵子，24小时。然后我只会四方八方很多。除那个 B up 吧，B up 跟八方不一样，B up 我就很强了，B up 跟八方看起来一样，不过很好 P 差太远了。开箱结束，拜拜。